俊。Hello， 飞镖。Hello， 飞。头太小了。Hello， 建群。Hello， 杨公公。这怎么录起？谢谢老豆芽开通一个月粉丝团 ，Hello 落日一下 ，Hello Ray，Hello 阿 Q， Hello 焦糖咖啡 ，Hello 暖风 ，Hello 小风来。棒球帽 ，Hello， 对呀、啊，是去乐天棒球场买的。棒球帽，真的很可爱耶！我以为这个我妹会很喜欢，结果她跟我说还好，因为是粉红色的。Hello Ben，Hello 塔瓦哥 ，Hello 柠檬 ，Hello 杨熊，球衣可爱。球衣好像大家都可以去定做，哎，大家那个好像都可以去定做，但乐天棒球帽，因为棒球队的帽子我只有乐天的、啊，所以我就戴乐天的棒球帽。帽子变形了，不是啦，这个是可以，它是一个特别的帽子，它不是那种固定的，它这边是可以凹起来，也可以放下去，它是。这边是铁丝，对 ，Hello Martin， 要送兄弟，你送兄弟我也可以带兄弟的、啊，你也很粉色 ，Hello 秘书，好，谢谢杨公公的 love， 对啊，我去过桃园棒球场三次，哎，其实蛮多次的，因为很近嘛，没有，我跟你说那个摄影机是那个。你送富邦的好啊，豆芽送我富邦的。Hello， 嘉欣小安 ，Hello， 国修 ，Hello， 阿萧 ，Hello， 宏伟，谢谢小凤仔蓝色应援棒 ，Hello， 流浪到屏东 ，Hello， 嫂子 ，Hello， 勇哥 ，Hello， 魏如 ，Hello， 西恩 ，Hello， 宏伟 ，Hello， 西洛库玛 ，Hello， 坤坤 ，Hello Q，Hello， 嘉欣小杨，有我的，没我的名字，可是那个好像可以网络上定制，不行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像大家都可以定制。Hello， 透露奖 ，Hello， 飞镖 ，Hello， Eric， 透露奖午安。我的球衣是，可是它超大件的，你看它每个人都是十号的背号，好像是粉丝就是十号的背号。但我就是穿出去其实有一点害羞，因为等于跟全世界人遭到我是陈思雅这件事，穿出去是蛮害羞的。Hello 船长 ，Hello 聘聘 ，Hello 慧香，对啊，名字可以客制化，大家都可以去客制化一下，对。Hello 思源 ，Hello 妞妞，爱的太真。Hello Kettle， 对啊，真的有点害羞，对啊，你走在路上，大家都知道是陈思雅，应该不要硬陈思雅。白痴，应承下跟应承下效果不是差不多。你也要克制，你也要去克制陈思雅，不要，你去克制你的名字好不好？对啊，土豆真的是很有效率的追星哎、欸，就是 po 了现实动态之后，他马上就那个来球场，超神。哎，谢谢小轩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小轩的剪刀石头布。Hello， 明晶，谢谢小薰的剪刀石头布。揪团打球，大家可以揪土豆打球、啊。谢谢剪刀石头布，飞镖，你要去做一件程序员，然后你要自己穿吗？Hello Kevin，Hello 北极星 ，Hello Google。思源就不用名字，对啊，他说如果你是十号，因为粉丝都是穿十号嘛，那你就不用名字啊，你就是思源、啊。所以我就是刚好啊，哦，刚好属于你的背号。少在那边，谢谢慧香的医用口罩。林一说要来我家烤肉，又要来我家烤肉了，多爱来我家烤肉。Hello 草莓酱，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球烤肉啊。你知道那个是全场羡慕，因为那个味道很浓烈，然后全场都会。全场应该是羡慕你跟那个奶奶一起
不是，全场都会转过来看，就是说那个，你知道，我们后来开始，我们后来边考，考到一半，有一组球迷就走过来问我们说，请问你们是怎么可以在这里烤肉？是自己带的吗？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没有啊，你只要跟那个乐天预定就可以了。谢谢洛克的向日葵。烤肉很久了，那个已经了。对啊，然后，可是他们感觉蛮常来的，然后。然后那个球迷他们就说他们坐在超远的地方都闻到味道，跑过来看，超好笑的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蛮享受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中秋节你不知道去哪里烤肉，我蛮推荐这个行程的，因为中秋节就是怎么说，就是你要中秋节重的就是你要在户外烤肉，因为要一边赏月一边烤肉。但是其实台北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烤肉，因为什么有规定吧，就是有规定一些地方。谢谢阿 Q 拉的人气会员选票。可是你看你在球场，既是在室外，你可以抬头看月亮，然后还可以就是眼睛看球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们坐在那边，其实哦。其实安打打过来是蛮震撼的，谢谢阿 Q 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阿 Q 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 Poco 的 Love 套餐不便宜，对，那五六个人一起，其实我觉得还那个肉是真的蛮好吃的，我没有骗大家，我觉得食材是还不错的，不差，对对对。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都很怕球飞进来，我们想说如果球，因为真的有飞到我们后面的界外球，然后我们想说如果球飞过来到底要怎么办？就赶快，哎，不是啊，你烤肉在那里，你要怎么动啊？就没办法动。对，对啊，其实真的有界外球跑过来过，但是然后那个安打过来的时候，其实也蛮震撼的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那位置算还不错。对对对，照片看起来就好吃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肉不是，就是你知道有些就是，譬如说你中秋节烤肉，你在超市。谢谢明金的人气会员选票，谢谢明金的人气会员选票。你在超市买一些肉，其实那个肉不一定会很好吃，就是有可能会买到不好吃的肉。谢谢阿 Q 的花枝精粹 ，Hello 浩毅 ，Hello 文森 ，Hello 果冻九号。对啊，这不是安打，不是啦。不是打过来我们这边，是打过来我们前面的区域。就是我当然知道打过来我们这边怎么可能是安打，我说的是打在我们附，就是我们前面的球场的那一块，对，那个方向的安打。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有几个安打是打在那个方向，看起来就是蛮震撼的。Hello 家居 ，Hello Plus， 小六到现在没有在烤肉，对，你可以去球场烤一下。谢谢 Poco 的新之冠。Hello， 果冻九号，午安。你要吃我烤的，我烤的就那样子啊。我烤的就那样。我其实蛮会烤肉，没有不会烤肉。反正呢，就是牛肉不要烤太久就可以了。最会烤就是牛肉。Hello， 三山醉。Hello， 丹哥。新手烤肉真好吃，是不是土豆？土豆，反正跟大家讲一下，那个肉质是不是还不错？谢谢 Red 的新之冠，谢谢 Red， 哇，戴帽子再戴新之冠，蛮特别的哦。谢谢 Red 的新之冠，你也想吃我烤的肉？那你要及时追星。没有，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没想到，就是有粉丝有办法马上赶过来，是蛮厉害的。而且我觉得土豆是不是有猜到我们？土豆是不是有猜到我们那个会坐在那里吃烤肉？因为那个什么，我要讲什么？因为土豆买的票是位置是买对的。愚人节企划都是小迪在烤肉啊？我们上次愚人节企划有吃烤肉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愚人节企划有吃烤肉？土豆太强，对啊，土豆真的很强。不用十几分就到，那你还不赶过来？那你要赶过来啊！你们都不赶过来。再泡一下烤肉，泡一下都快要完结篇了，搞不好土豆乱做是吗？土豆有乱做吗？土豆你有乱做吗 ？Hello， 西恩。
上班，现在要去上班了，上班加油！谢谢柳城的向日葵 ，Hello 黑流星 ，Hello 伟红，谢谢。我要上班，偶尔要上班，那很可惜。Hello 顺义，在南投啊，南投有点太远了，南投有点太远，过不去。你刚好去台北上课，太会挑时间了。谢谢阿凯的玫瑰。哎，对了，大家有没有收看泡泡虾的那个、啊、幕后之机啊？大家有什么心得要跟我分享？谢谢益生菌的 love， 谢谢 Hello 小雨 ，Hello 西兰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格格该办粉丝烤肉会，你粉丝烤肉会感觉好忙哦。我觉得粉丝会不适合烤肉，因为烤肉是一个需要专心烤肉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因为烤肉你没办法分心，缜密推论，佩服土豆。对啊，土豆很厉害，惊吓的表情不错，都在看我，没有在看剧情。谢谢大家，但游泳来不及，瑞还是先等一下好了。你要看一下海象怎么样再决定。跟票务说越靠近大声区越好，你看我就说土豆肯定是有计划过的。都离开再打卡啊，我们自己的私底下活动是一定是离开才打卡，但是。哥哥的话，哥哥打卡其实蛮及时的，对，因为哥哥其实也不用担心你们过来看我们嘛，反正人我们周围那么多工作人员，对不对？所以哥哥的打卡是，哎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大家以后都来围观哥哥录外景？大家以后都是哥哥一打卡，然后马上去找在哪里？没有啦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话，真的是都是走了才会发，然后不然就是。晚上才会发，所以其实很困扰。就是比如说，我们去吃了什么东西啊，然后想要马上发也不行，就可能等于说你要回到家才可以发，那可能就是已经9点10点才可以发，然后就变成我现在这个时间点发我的晚餐好像也有点奇怪，然后最后就没有发出去了。对，最后就会这样。Hello 文琪，你还没有想，谁？蛮难哦。对啊，小一点点而已。好像是24岁吧。格格外景其实有粉丝团也不错啊，可以许愿格格下一集吗？阿贤想要许愿下一集是什么 ？Hello 双言，如果知道格格会去看棒球，会立马那组。下次我们应该先预告一下，对不对？谢谢土豆必须死的幸运事业潮。哎，不过我那一天我看球那天有个很意外的惊喜，等一下哦。就是我那天在体育馆外面还没进去的时候 ，Hello 阿泽，谢谢黑流星的向日葵。对，兰兰好像是24岁，我那时候没记错，查完资料是24岁。谢土豆必须死是谁啊？谢谢土豆必须死的向日葵，什么惊喜？就是等一下，我先找一下歌。Hello 呗 ，Hello 流星，等一下找一下歌哦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兰兰的写真集拍的蛮好看的，我觉得是我们可以驾驭的路线，是不是？你很贱，人家是怎样都有163，好不好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说，对，我是说风格，我不是说她身材什么的，我是说她的风格，就是她的写真是走比较清新，就是我觉得偏日系吧，就是你不觉得吗？就是比较清新一点的。你是看过读墨？不是，我意思是说，就是感觉起来是比较日系清新风，对。Hello 志祥，哎，我要说什么？对，我要说什么？啊，对，我要说遇到一个小惊喜嘛，就是我那时候在场馆外面录开场，然后录完我们就拍拍照啊，然后就要准备进去了，然后结果就有一个粉丝跑过来说，
我完全没看过他，不知道他感觉没有在 AKB 的活动看过他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哥哥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”我想说：“哇塞，有人认识我耶！”而且他还叫我哥哥，不是叫我诗雅。你知道，通常大部分的粉丝不一定会叫我哥哥嘛，就是你们一定会叫我诗雅，或是队长，或是干嘛干嘛的，通常是不会叫哥哥。对对对，然后他竟然说：“哥哥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”这样被讲，就突然觉得哇。难道是有在收看节目的吗？那种感觉。看花虾。屁呀！有可能，搞不好是看花虾哎。谢谢玉安的玫瑰。对啊，真的有可能是看花虾。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，我那时候只想说，应该是有在看哥 ，Hello， 我是哥哥的人。好了，反正就是什么又买通路人，我们那时候根本没在拍。我这一段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，这一段可能没拍到，因为这段已经要准备进去了。对。哎，你觉得你在看写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不错啊。我就说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我出版社，我说出版社。我的出版社可以考虑一下我。对方喊的是哥哥，不是，他说哥哥，你们很那个。那我觉得就是字的设计不太好。是的，认真是的设计，字的设计。你说他的字型再选一下字型那些，我觉得照片啊，这个好。如果你下次要出的话，对啊，我觉得字型你知道那个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。你拿过来一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还没看完超棒的蓝蓝，我是觉得蓝蓝送我一本彩章，而且我看了，我觉得很漂亮。我觉得有一些日系还不错，但我觉得字就有点太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还有署名格格吉祥，就是字比较没有那么。你觉得字选的不好？对，字就是有点比较普。就是其他地方都还不错，可是我觉得他都拍得很好，你看就是，但我觉得文字可以，就是这种，我觉得他照片都拍得很日系清晰。我没看完，我看他摄影师是谁，蓝什么的，蓝城什么，第一页，蓝城福堂 ，OK， 蓝城福堂，哎、欸，有 IG， 我要去搜寻一下蓝城福堂，对。没有，我这个出写真大概三年后吧，四年后吧。对，四年后。等我，就是你看这种，等我更成熟。假设这种字，就是感觉你知道，就是有一点太粗了，太样板。哦，我觉得，但我觉得这本还不错。Hello 花生糖，不是我跟你说，可是三四年后再出，还有人要看吗？都老了。也老人没有，我就说最人生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的写真，就主打这个。Hello 花生糖，石原专业评语，对，石原有点太过专业评语。我很我喜欢，他是喜欢的，他是称赞的，他是称赞的。哎呀，写真书最重要的就是照片好看，是没错啦。对啊，我说 Hello 阿元，摄影师也姓蓝，对，摄影师也姓蓝。Hello 红，哎，有剪刀手不？猜一下，就当然还是比你们的好。哈，什么？不要在我这里讲这种话！你要讲这种话，请去自己的直播间讲好不好？你不要在我的直播台讲这种话，可不可以？没有，我是真心。哎，我一直输哎，啥？哎，等一下，有人在送话，你帮我按好不好？哎，快你按，你按，我一直输哎。哎，你看我连输，连输四场哎，傻眼，傻眼也太连输了哎。等一下换你来帮我按一下，对，哎，你不要在我。的直播台乱开枪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请去要开枪，请去自己。哎、欸，快点又来了，穿蓝蓝的，又来了，快点按按按。我没有。哦，你很弱哎、欸，你很烂哎、欸。但他应该拨打有赞助。谢谢谢谢帮助的剪刀手部，谢谢瑞哎、欸、瑞上了，有吧？他的衣服蛮好看。就是有选过，我觉得不错。其实写真书都真的不错，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。真的吗？哦，你不要在我这边说。我没有讲，我没有讲。请去自己的直播台说。不要、欸、不要在我这边说。有一些是没有那么认真的。不要在我这边说，不要在我这边讲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快点，瑞送很多，快点来，陈先生帮我按。瑞送很多，你好好按哦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那哎、欸，我们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好好。哎、欸，那我要我不要照顺，你可以挑，你可以挑。傻眼平手，你都没有赢哎、欸！傻眼，我都没有赢哎、欸！我真的很飞哎、欸！什么鬼东西啊！哎、欸，你都没有赢、欸哦，我要傻眼了！耶、yeah! 哦，开胡开胡！哎、欸，好傻眼了！
我今天太烂了我。我今天真的太烂，为什么啊？这个你也有，你也可以拍。哦。你也可以。人家那感觉比较高级。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。天啊，我今天太烂了我。今天真的飞到爆哎、欸！我要洗手好不好？不然你自己筹备一本啊。现在不是这么容易，是不是？现在直播主不是都可以？但也不会像他这样啊，就是。不会那么正式，正式，因为人家是大出版社出的啊，你要嘛就要正式一点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对啊，只赢一次很傻眼呢。Hello， 克里斯，是妹妹代赛吗？其实是妹妹代赛，如果我自己按的话，搞不好就连赢了。哎、欸，很傻眼呢，我算了，我早就不参加这个活动，早就对这个活动心死了，根本赢不了啊！哎、欸，比胜率的，你看我今天胜率低成这样，我今天送了十几个，我只赢了一个、欸，哎，一个、欸，哎，傻眼！算了算了，心死了。现在也是叫蓝城歌，蓝城歌好。你跟我说你是遥远的幸福，遥远的让人想哭。我昨天没洗头，我昨天的确没洗头。我昨天对啊，我昨天的确没洗头。下个礼拜再挑战，好啦，下个礼拜再挑战，不会臭好不好？我问问看。我比较喜欢他没有刘海。不会不会，你比较喜欢他没有刘海。对啊。他其实有点像那种，就是周冬雨那一型的，就是我觉得他长得是有辨识度。对对，他没刘海的时候会比较有他的美，然后他有刘海就是会比较像妹妹。他说有人说，哎、欸，卡住了是什么鬼？卡住了、欸、哦，有人 C R 至少卖。至少可以卖两本，你看制作人会买，哎呦，谢谢。制作人会买十本吧，至少。制作人好歹买个50本好不好？分发给三立的同事们。Hello， 龙骑士。没有啊，程序员也会买一本啊。我不会。没有，我跟他互出，然后我们两个互帮对方买100本。都是我们买的。没有烤肉味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掉了。Hello， 卡卡。你说我们4年后的就是出一个双胞胎写真，应该会。4、5年后，应该还可以吧。没有，这个需要时机成熟，因为这个现在出海太早。对啊，我们要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。而且那你尺度那么窄，然后哦这样不是很奇怪？不是啊，等到我老了，搞不好我们公司就放宽。尺度这样子。等到我老了，我们公司搞不好放宽我的尺度。哎，小时候就是哎，这个都老漏了，没关系，老了。没有，他说再不漏怕没有人。哦，对，他就说哎。这个再不露怕，等一下就再也没有人要看，赶快！它的尺度放宽，放宽。我觉得你这也差不多。哎、欸，土豆说要双封面、欸，哎。哎，对啊，他们哎，不要！哎、欸，不要！我有点比，不是，你一定要比谁卖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刚刚想到的不是这个，你很肤浅的、欸。我刚刚想到是要三封面啊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们两个。没有没有，我知道，要两个，然后可以合起来。不要。要有一个照片，然后两个会合起来。不要。没有，我们要做一些就是有趣的事啊。他说尺度大的哦，他说出2本，然后1本你是大尺度，为什么？然后我要分比较多钱，然后我是小尺度。那请分我比较多钱。差不多可以很宽，我差不多可以很宽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你。Hello， 巴拉，因为我老了、啊，因为我真的老了，不是我们不像那种色情，我们像有。对啊，我们像是奶奶这种的，对，就是日系清新风。Hello， Becca。他说：“有人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开直播跑来我这边混？他等一下出门了。对啊，那个他们都说我商业头脑在线。你看，你都还没想到。没有，我想到了更棒。我想到是就是一定要买2本才会合起来。白痴！不要合起来就才能参加签书会。白痴哪有这种白痴？你这是缺钱。不是啊，你合起来你这样只能卖2本，那你出3个，他们是不是就会买3本？是吗？没有啊，不一定啊，搞不好就是大家不想买你，只想买我。不是，那这样也是会有2本啊？那你合起来。”有些人根本不在乎合不合，有些人根本不在乎合不合的钱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有很多种方法，就是有什么特叫什么？不是，就是现在有很多名字，就是特装版之类的，或者什么，就是譬如说，预购版是只有预购版有的封面，然后一般通路的就是。可能就是我们两个的封面，那就等一下我们讨论太详细了吧？预购版就是可以选单，就可以选单封面，然后通路版就是2个。可是你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要你开封面就要开一个版，
所以你如果出三个封面，你就要开三个版。对啊，所以预购版没有达到一万，所以对啊，所以预购版如果你不卖一定的数量，你就是亏。对啊，因为你开版要钱，就是要说要达到这个数量才。对啊，对啊，是这样。然后制作人就会把。所以你要先等一下，我们太认真讨论。你看，别说预购的赠品都比较好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付一个比较好的赠品。然后通路版就是两个人的这样。阿贤说要你们要放不同签名的明信片，大家为了收集就会买二十本。难道洛克说那个是生血相法？洛克说讨论好像已经要出版。哎，那个出版社可以打电话来吗 ？Hello DJ One， 我希望大家可以开高价，我们公司就会考虑了。开100万，100万。不是啊，你可能吧？不是，我还没到那个时机啊，时机还没成熟。对啊，时机还没成熟。有吧，已经还算不错吧，就是也没有，当然不能跟日本比啊。而且贝卡说你差不多可以出门了，我要出门，我要一本一千。哎，我不知道，现在写真书都卖多少钱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日本的，要卖到台湾的话，一本一千。哦，那我跟你说，我们要去国外拍啊。我们要去马来西亚，懒懒都在台湾拍。没有，懒懒是因为疫情，所以才在国外拍。原本要还在国，原本要去国，他在他的家乡，他在台南拍。没有写真书，日本应该都卖差不多五六百。他的阿正台湾卖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去国外拍就可以让，比如大家就会觉得哦，有风景可以看，大家就更想买。对，干嘛去？马尔蒂夫。马尔蒂夫。你又不能露在那边马尔蒂夫，还说我们去冰岛，就是包紧紧。还不错，谢谢阿正的人气会员说，对啊，我们那没有人会想买去冰岛玩雪，超好，根本看不来。你知道去冰岛只是因为我纯粹我好想去冰岛，然后结果我们去冰岛拍写真书，然后全部人都穿雨衣，没有人家现在有那个在雪地穿比基尼，不要冷死了，冰岛哎，你疯了，冰岛哎，还可以去泡那个温泉。那个蓝，对对对，那个温泉，对，可是那包不会拍照，不能吧？我们真的只是想出去玩。谢谢土豆的在线彩，我们太认真了。Hello， 朱莉恩，可以穿毛皮的，他说毛皮在外面，然后里面是比基尼，可以啊，这样还可以。那好像什么101中狗的坏人。冰岛有温泉，对，谢谢朱莉恩的枫叶。Hello， 谢谢小白的我来签到。Hello， 谢谢宝宝，宝宝午安。Hello， 心莹。冰岛有温泉，对啊，谢谢朱莉恩的枫叶。我们好像想太多。谢谢 Becca 的向日葵，他说有人说封面是冲绳，然后内容是冰岛，白色，这是诈欺。冰火五重天。而且你这样，你还要跑两个地方哎。哇，我们没有来预算，不好意思。谢谢 Becca 的向日葵，冰岛写真书。陶尔哥说冰岛写真书，大家集资买一本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搞不好我们拍到极光啊！我们自己去，然后自己拍，自己印，这样超省钱。或者说我们自己买相机自己拍，自己拍啊，然后自己印。谢谢朱莉安的向日葵。哎，大家说我搞得好像我们明天就要出。对，没有，今天其实是写真书的宣传直播。对，谢谢朱莉安的向日葵。极光哪能用 P 上去的？极光就是要我们要真实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以后就是我以后就是这个毕业之后，可能六七年后，对不对？太久了。没有，我在预设一个，就是我们就要去那个冰岛旅游，我们要拍冰岛 vlog。六七年后已经31岁。好，那我修正。30嘛。四五年后吗？修正，我这个30几岁有点太老，过30几有点太老。Hello， 落日一笑。哎，贝卡山帮我们拍了，找到摄影师了。我们说要一起去冰岛，哎，找到摄影师了。都是自己人，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人要报名？还有人要报名？没有，然后顺便制作人也去拍景。有没有人很会排版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美术？排版。有没有人美术不错？有没有人美术不错？排版我很会。哦，排版你很会，很会。下次我们家族旅行，文字我用手写的，你看，不要你的字手写很丑。Hello， 苹果吗？麦克欧贝克，不是你要现在写书都要附一些就自己的心情小语，我知道啊。你要想一些自己的心情小语，对。然后找懒懒画插图，不要，人家懒懒为什么要帮你画插图？懒懒帮忙画插图，为什么懒懒要帮你画插图？哎 ，Poco 说要帮忙收音，我们需要收音吗？我们不需要收音，我们不需要收音哎。能力会集。哎，再多一位摄影，秘书说要帮我们摄影。哎，我们要面试的，我们这个不能。请附上作品。对啊，你要先给我作品集参考一下。我们要面试的哦，我们是明天就要拍，我们大概四五年、三四年后拍，对，三四年后拍。
塔瓦哥说冰岛写真书叫有去无回，没有遇上回来，太白色。在冰岛，然后就开始放预购，如果没有破一破亿就没有破一万本就不回来。哎、欸，那个拔蜡说要收音，因为要拍 DVD 这样子、哦、啊，预购版要付 DVD，、哦、预购版要付 DVD。真的哎、欸，我们没有付薪水哦，也我们要先看我们最后卖出几本才能决定，就是要分给大家多少钱。对对对，这样大家还愿意来吗 ？Hello 呱呱，你写个尖角超回答 ，Hello 尖角超回答，尖角超回答，都不会的可以指出，哎、欸、可以啊，我们也缺金主，缺金主啊，包吃包住哦，我要先。我要先试算一下，对，不是看尺度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们还没决定好我们的尺度到哪里。等到时机到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有那个共识。对，大家可以慢慢等。Hello， 尖角超回答，自费看热闹，我们干脆开个冰岛旅行团算了，改用群众募资，不行，这太丢脸，哪有人出写真书再用群众募资的？对啊，不行，我们要有一点那个，我们要创造一点 sense 出来。Hello 阿明 ，Hello Google， 等八十岁没有力气去冰岛吧？去冰岛也是很，我觉得冰岛没有，我觉得冰岛很去冰岛蛮辛苦的吧，毕竟那个天气。对啊。其实我一直想去冰岛，是因为我想看极光，然后想去泡那个就是温泉，就是上面是冰山，下面是温泉，我觉得太酷。对，志伟哥午安，真的假的？有人群众募资拍写真，真的假的？可是他们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两个人呢，我们都两个人要拍了，然后还要群众募资，谢谢谢谢谢谢星之冠，谢谢志伟哥的星之冠。Hello 佩儿，对啊，八十岁的我应该看不到。对，我八十岁的时候，你应该看不到，不一定啊，搞不好你也可以活那么久。对。真的吗？一个人，我觉得一个人群众募资可以，两个人出一本群众募资。胸应该可以当围巾，喂。用募资话题性高，哎、欸，真的，那我会记得，我三四年后会记得这件事情。对，送一些礼物给赞助者，没有募资，先群众募资，有募资，就是有捐钱的人就可以抢先预购，抢先预购。对，谢谢志伟哥的枫叶，我都100岁了。好难哦，对啊，好难，我也要活到80岁才可以啊，吉米都，我都看有人做过哦，真的，现在群众募资已经变成这么厉害了，那我们可以考虑群众募资哦。现在开始，现在开始募4年3年，募资会有很多方案，看过募资啊，拍纪录片感觉需要募资哎，因为拍纪录片感觉要花很多钱哎，对，哪个纪录片？没有，他是说有人募资，群众募资，他想拍纪录片，然后他群众募资，对。好了，我会烧给你们的，放心你们。那我就群众募资，80岁去冰岛，80岁完成去人生去冰岛的愿望。群众募资2次拍摄的写真集，这个抬头也太长了吧，透露讲。白色好去冰岛拍漏电，谁想看啊？大家想看的是冰岛的风景，不是冰岛的漏电。赞助越多赠品哦，我知道我们要分很多等级。譬如说你赞助2000块的话，就是什么可以付 DVD； 你赞助1000块的话，就是明信片之类的。对，10元募资起来，你们只要付10块钱吗？那我们大概要募资5年才会募资得到。要拍就要趁现在鲜肉状态，是不是？现在也不是鲜肉的状态。我的手，35分。对啊。每到夏天，我吹着温暖的风。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，
美丽的蒲公英散落空中，随着风摇曳的自由。确定他来得及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要去干嘛，可能来不及吧。故事简单却很生动，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，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。你是有规定色系吗？没有，就是想说，可是你就是上面那样。对啊，有吗？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你裤子要不要卷一下？太长了。对，可以回折一个。那你看一下，可不可以再高腰一点？还要高腰？对啊，感觉你那个还可以再高腰，你再束紧一点，皮带再束紧一点。对，讲的好像明天准备要出国，还没哦，还没，还在准备。Hello， 流星麻将。Hello， 翠翠。去外太空拍，去外太空拍也太难，而且上一个外太空超贵的，你们以为外太空这么便宜？ Hello， 田中豆粒王，明天准备出发，最好是哦。现在谁有办法出国啊？现在要检疫14天呢。真的，外太空要穿什么？当然穿太空衣啊！外太空要拉到 NASA 的赞助， NASA 的赞助有点难哎。NASA 的，你看我头发好乱了，傻眼。啊，头发好乱。红毛啊！如果我没有红毛，就代表我头发褪光光了。你们看这个英文字写什么？你差不多要回医院，你在医院呢、哦。这个英文字写的 ，Never need reason to love you。这帽子很可爱吧？这是乐天的周边商品。那时候我去买的时候啊，算你们看节目就知道剧情是什么，我先不要透露太多，给你们看剧情。对，黑柳星生日，黑柳星生日快乐，虽然已经过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命无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拜拜。每到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，夏天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。下一个 Becca 的 love， 我帽子没有很臭。This sentence is grammatically correct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帽子没有任何味道，真的。Undermines the writer's message and the word choice is bland。什么？我自己闻不出来，真的没有味道啦！干嘛骗你们？我是不骗人，我这个人不说谎。我这里听，哎，有没有歌词啊？哎呦，妹妹要出去了，她没空。我这里天气凉凉的，那你呢？我头也不臭。我这里一切都变了。变得懂事了。我已经决定下一次的握手会有一部我要穿那个棒球 style 的衣服，你们应该会蛮喜欢的吧？棒球 style， 穿我自己的球衣，然后绑起来，然后戴帽子，好像不错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家？是不是大家？不是啊，昨天不是昨天烤肉，是前天烤肉的，前天烤完肉我有洗，好不好？对啊 ，Becca 很可爱吧？大家，所以大家记得要来握手会找我。变得很棒，是不是很棒？我把照片也收集了，那你呢？
如果我们现在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真爱。我们准备球棒吗？你们是要打谁？打我吗？ Hello 牛牛， Hello 俊，你们想要打谁？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。好，赶快回去吧，飞镖。你没有错，爱硬要我原谅。哦，打土豆哦，那 OK OK， 你们准备球棒是打土豆，这个我完全，你们私人恩怨我就不掺和了，对对对，我这人就是不掺和在你们的私人恩怨里面，对，大家你们试一下解决 ，OK， 对。土豆被打成红豆。好好笑，这个笑话蛮好笑的。很久没打人了，那瑞下次来卧蚕会就刚好可以体验一下。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。想开始时好的刘海我接受，就算天快亮，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。想结束是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你怎么还在啊？哦，这刘海戴帽子不好看，不过卷。谢谢俊的剪刀石头布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。像解释是那样，握着手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。对啊，做自己强吗？是不是很强？是不是很强？60也没在骗，那是我拼了老命那个拉出来的。其实我也没想过我会这么甜欸。谢谢杨公公的向日葵。不是选配，体验不到位。Osim B 手天王，首创全方位智慧科技，会进化的按摩椅更懂你，享受真人虎口抓的手感。免费。腿比较短，其实不是哎、欸，我觉得是跟筋有关系。对，做完腹肌抽筋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。Hello， 黑莓鸡，因为我们平常有时候也会做仰卧起坐，我们在训练。哎、欸，大家觉得我的斜刘海会不会很怪啊？可是我刘海太长了，我的斜刘海好像太怪了，还是这样？不行啊，好怪哦，刘海太长了。刘海真的太长。斜刘海看起来很年轻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很年轻哦，那就继续那样啊。感觉好丑哦，不行，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露额头。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，窗口没有颜色，
穿了赤裸裸歌词的敌人，刘海就是会长这么快的一些东西，随时都在长。对，被侥幸也掉了，胸口没有快乐。谢谢谢谢用户名分的四空白，无辜为的借口穿掉了。 Hello 豪哥，唱过的歌，分享过的笑声，在心中不断拉扯，想念不能承认，偷偷擦去泪痕，冬天过了还是会很冷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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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青春剪掉了，瞳孔没有颜色，结了冰的长河，不是可怕的敌人，故事情节掉了，主角对白掉了，在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，胸口没有快乐，当了痴的白鸽，不枯萎的借口穿掉了。谢谢 Red 的蓝色一个梦，有猫耳可以截图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猫耳？什么意思猫耳 ？Hello 超哥，人生巅峰就在前天，不要，你人生还很长，相信我，还有很多的巅峰的。谢谢 Poco 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 Poco 蓝色应援棒。有清爽的棒球选手，我以前蛮喜欢尼福德的，对，以前我有还有在密切的看棒球的时候，还蛮喜欢尼福德的，对。现在我就比较没有，比较少在看棒球，对。无迄个时间。哎，这是 MV 版是不是？啊，我不要 MV 版。等我一下，上场前的紧张，刚刚讲话有点台湾国语，没有啊，没有哪里你听错了，哎，怎么宕机了？我的 YouTube，Hello 玛莎 ，Hello 香葵 ，Hello 易凯 ，YouTube 宕机了。今天挺台，喂，今天哪有很台？今天还好吧？哦，我的刘海好长啊！今天没有很台啊，我 YouTube 宕机了。再加餐酒，轻松配。有吗？感觉都不同了。会有桃园名产邪教仪式，八局会有什么？会有什么邪教仪式啊？因为我们那时候怕那个散场的时候太多人，所以我们就提早走了。对，干嘛呢？哎，我也是会干嘛呢的，好不好？感觉台位有出来，喂，为什么戴帽子？感觉台位有出来，这帽子不台啊，这帽子很可爱啊，奇怪，你们这些人很奇怪，干嘛呢？带我绑一个日系双马尾，你们就不会再说我是台客了。妹妹为什么不喜欢帽子？她说她觉得这个还好啊，她喜欢帽子，只是她觉得这个还好。我以为这是她的菜，因为粉红色的，然后又可爱可爱的。对，
忘了做什么。可是帽子其实我平常比较喜欢戴渔夫帽，因为渔夫帽比较不会压我的刘海，因为我的刘海就是因为我这种刘海不能被压，就是压了很容易塌掉，所以我平常比较私底下比较喜欢戴渔夫帽。我用狂奔，用无力，用噩梦去想你。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，嘲笑我没把你全力决定。对不起。去想你，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，越痛才越有勇气，只是地上你。对，但渔夫帽有一个坏处，我刚刚很想讲，就是渔夫帽有个坏处，就是渔夫帽只要风一大，就超容易被吹走。对，渔夫帽就是风来的时候你要压住它。其实我都很想买那种下面有绳子可以拉住的那渔夫帽，虽然看起来有点像去登山，可是就是很方便啊，就是不会被吹走，因为很容易被吹走，因为风很大。也许应该要真的相信，是有种爱叫远远关心，痛却又哽住呼吸。Yeah, yeah, 我用狂奔，用无力，用噩梦去想你。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，嘲笑我没把你全力决定。深爱去想你，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，越懂才越有勇气，真实地想你。是不是担心我怕黑不敢前进，那颗本来没坠落的流星，才拼命商量了自己。我用狂奔，用无力，用噩梦去想你。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，嘲笑我没把你全力决定。我用痛苦，用回忆，用深爱去想你，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，越懂才越有勇气，真实地想你。猫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谢谢 Red 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玉的掌声鼓励。Hello 小明，谈下吧，不是最近真的有出这种帽子好不好？谢谢玉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玉的剪刀石头布，来跟玉剪刀石头布一下。OK， 搞不好会连赢四场哦，哎。啊，谢谢披索，谢谢啊！我今天太烂了，我今天太烂了吧？我今天有人可以帮我统计一下，我今天只赢几场吗？我今天只赢一场，我今天只赢一场，哎，一场。一场，我们还是唱歌好了。一场，很傻眼。一定是恶作剧，是浪在对我恶作剧。已经无心唱歌了，歌词在哪？哦。哎，谢谢小薰的剪刀手不，谢谢小薰不畏风雨。啊，还是输了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剧。我想我会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投入你给的作品。
去，离别的错觉，不服输，啊，还是没赢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不输，不服输，玉跟我一样不服输 ，Yes， 终于赢了，谢谢玉。听说我这人，哎，偷乳奖，快点救我，偷乳奖。偷乳奖救我，谢谢 Benny 剪刀石头布。偷乳奖救我，哭一波，我太烂了吧我。看一下，哎赢了，哎输了，不要再输了，我不敢按了。哎赢了，耶！啊，不是吧？我的。天哪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我臭手臭手，陶露酱对不起，陶露酱我很抱歉，我太烂了，对不起陶露酱，我太烂了，我真的唱歌好了，新的勇气，用真心投入你给的错觉，你给的错觉。天哪，我太烂了，我真的太烂了。拜拜玉，哎，我真的太烂了。瑞来拯救我了，我看一下瑞，看一下谁可以拯救我的运势，看看瑞的。欸，胜率不是有一点惨哦，胜率是超惨，胜率是超惨，超惨。已经无言了。Hello， 露露米。算了。Hello， 悄悄看。整个世界都不对。哦，还能这样安静的和你依偎。之后运势就慢慢爬回来了。谢谢小黑黑，这么正能量。小黑黑好正能量，谢谢小黑黑。对，我本来就不是靠运气，没错没错，我本来就不是靠运气。我是凭真功夫，我们场上见。我是凭真功夫，真实猜拳。中分一下来。依靠着你的肩膀。有风的味道，也有雨的沧桑，为我去过了远方。还好时间在某日的地方，还好再长的夜总是会天亮，我终于等到你回来身旁。哦，爱就是你的肩膀，能负担我的所有快乐悲伤，相信你许下的愿望。一辈子的时间那么的漫长，何必在乎当初寂寞多荒凉，我们的幸福会在下半场。谢谢秘书的看好你哦。太奇怪吗？蛮怪。轰轰烈烈哭过几回，从来
着你的肩膀，有风的味道，也有雨的沧桑，为我去过了远方。还好爱最不值的地方，还好再长的夜总是会天亮，我终于等到你回来身旁。爱就是你的肩膀，能负担我的所有快乐悲伤，相信你许下的愿望。一辈子的时间那么的漫长，何必在乎当初寂寞多荒凉，我们的幸福会在下半场，我们的幸福会在下半场。谢谢 Red 的掌声鼓励。忧郁的沧桑。Hello Jack，Hello 孙雷。你的背包只剩一张了，还有中动物之卷吗？没有，没有中，超飞。是证明西雅是最可爱，什么意思？猫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们的猫耳朵，他们买的头饰是不是？能负担我的所有快乐悲伤。哎，是有红包哎！哇，谢谢大家有红包。哎，有啊，我有这个，我有，我没有猫耳，我有熊耳。熊耳可以吗？熊耳好像太大。这个熊耳太大了，有点太大了，这个修多。依靠着你的肩膀，有风的月亮，也有雨的沧桑，陪我去过了远方。谢谢开心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开心的剪刀石头布，雪莉美。对啊，雪莉美这个有点太大。欢迎大家追踪 IG， 谢谢特鲁奖 ，Hello Miso。你要去唱爆他们？不是啊，我这个耳朵有点太大了。等一下，头发烫的乱，什么东西都在我旁边。基本上，因为我的房间很小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在我旁边。对，就在等哥哥搬出去。哎，我之前有一次做梦，梦到我们。就是梦到我，谢谢豆粒王的剪刀石头布。梦到就是梦到我们搬家，然后我跟我妹的房间变超大，然后想说哇，这梦也太真实了。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不是，我不是想要哥哥搬出去，我是想要哥哥赶快结婚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对，对啊，我不懂为什么我做梦，然后还梦到我们还要在同一个房间，房间变大，我们不是应该要分开住吗？不知道，梦就是有时候就很奇怪。对。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哎，因为其实我只有在去村 TP 村的时候短暂的一个人住过，然后其实从小到大我都是跟我妹一起住，所以我也不太了解，我也不太知道长期一个人住会怎么样，因为我都是跟我妹一起住，可能我也很习惯房间里面有就是有别人在，就是也不是啊，就是很习惯，其实就把它当有点透明的存在。已经习惯变成他有点不存在那样，我不知道大家懂我的感觉吗？就是已经习惯到他存在到像不存在一样。对，你们知道，
能成为适合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的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也许空虚让我想得太多，也许该回到被窝，梦里和相遇就毫不犹豫，大声地说我要说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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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谢谢 Poco 的掌声鼓励。Hello， 糖。谢谢玫瑰 ，Hello， 谢谢。乘着斑驳的轻舟，寻找失落的沙洲，随时间。没有，充个电，手机要没电了。我最近不知道，手机用久了就，而且我又长时间的让它开直播，其实我手机电池真的就是。很容易没电，就是大概播一个小时就会快剩那个30-40%。对 ，Hello 西西，长时间直播感觉就是很耗手机的电，因为手机要一直开着，然后每次直播完手机就会过热。对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他没有钱换手机啊，手机那么贵，对啊，直播其实很吃手机效能，所以我都想说，就是我的电池消耗的好快，对，有啊会有更新啊，可是电池就是消耗很快。要你回来，只是当又把回忆放开，除了你之外。没有补助直播用手机，没有，怎么可能补助直播用手机啊？像他补助40几台耶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我觉得手机电池其实已经老化的蛮快的，对，其实很伤手机耶，直播，对，怎么可能是？怎么可能有？怎么会提供手机？现在会提，有人这样做过吗？不是啊，可是你提供很烂的手机，就是那个画质也不高吧，对吧？还是画质有差吧？手机型号是什么跟画质有关系吧？那我当然想要我的画质可以高一点。对。海阔天空，健康度低于80，一般都会直播。真的假的？一般都会提供哦，我周围没有人提供过哎。我不是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。拿 10S， 我是拿 10R， 对，我觉得 10R 就不错了，我不是拿 10S， 对，我的是
以他是我妹是用那个什么 iPad 直播，是不是？我每次经过看到他是用 iPad 直播，好像也不错，而且字比较大，看留言比较顺的感觉。但我没有钱买 iPad，QQ 没有啊。但是我妹她每我就一个礼拜直播两次，我妹每天在直播，所以她设备要升级一下也是蛮正常的，对。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单独自走入人海。有时也用手机，真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是哦，房间会用手机，有什么差吗 ？Hello Peter， 买包包的钱，买包包的钱，购买一台 iPad 吗？可是。iPad 除了直播以外，其他时间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啊。对啊 ，Hello 雅美，包包对我来说用处比较大。DHA 是宝宝潜能发展的关键，但你知道 DHA 容易氧化吗？我不会画画啊 ，Poco。哎、欸，又是 Rex 呢，托梦大鸡 ，Hello Ray Ray Ray。Hello Rex 呢，托梦大鸡。不能送电子用品，对呀、啊，还是你们把电池拔掉，把电池拔掉，然后我再去装电池，这样就不是电子用品。Hello 公车伯。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。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没有那个我妹自己买的，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拿来用，因为这种东西是消耗品嘛，你用久了就是，你用久了就会消耗啊，就不好意思给她用，嗯。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，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都会听的，让世界说真话。 Hello K， Hello Jack， Hello 康宇。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，哎，是粉丝送的，傻眼，是粉丝送的。球场有卖吗？球场有卖哦，可以去球场买。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Hello， 蛇王鲁夫，不会啦，我还是不会给他借来用啊，因为感觉还就算粉丝送的还是他的嘛，感觉会消耗，就不要。我们都累了。球衣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定做，哎、欸，对啊。两颗心的迷惑，怎么说都没有救。亲爱的，为什么？也许你也不懂。两个相爱的人，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。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，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。我的太阳终于找到分岔路的路口，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？谁还记得
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Hello Satan，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郑东，谢谢枫，谢谢 Satan 的枫叶。你今天应该穿一下球衣的，有啊，我球衣在旁边啊。等一下，啊，有我有球，哎，不是吗？这个球衣其实它是一个很大件的衣服，对，你再穿给大家看。这个球衣很大，哎，其实我发现球衣还蛮好穿的，蛮适合当外套。我和你啊，好像穿了球衣就会变可爱了，有没有？可是它很大件啊，它是 S， 这是 S 号，超大件。当你对着完整的爱的你，那就乖乖的守护着你。大件。超大件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。我发现如果后面不要秀我的名字，我应该会蛮常穿出去的。可是后面我的名字，哎，我真的是害羞一波哦。对啊，如果没有我的名字，我应该会蛮常穿。真的，谢谢 you。啊，你有追踪我的 IG 吗？不是，有名字是很棒，可是我穿出去我就会很害羞，我私底下就没办法穿，但是。平常就可以穿，就是活动的时候就可以穿。对，不会啊，我觉得球衣蛮好搭的，就是平常穿也蛮可爱的，就是这样大大的，不是蛮可爱的吗？对不对？有一堆人又去看球，有你一堆人又去看球，真的吗？有一个是黑色妹妹，谁呀？我做一件妹妹，我才不要穿妹妹的嘞。下次我才会，对，我下次我才会应该会穿一套这个，蛮可爱的，所以我应该会穿一套。如果我之后可能之后发现球衣这么好，蛮好穿，我之后去买一件，比较低调，不是我的。对，哎，你是那位，大家快点，我刚刚才在跟大家炫耀这个故事，哎，快点，剑骨，谢谢剑骨的枫叶，快点，那个，抱歉不能跟你拍照。但我超开心你来找我拍照，欸，超开心，我刚刚才在分享这故事，欸，啊，大家快看，不是制作人找的灵眼，快点现身说法了，他不是制作人找的灵眼啊，谢谢建国的枫叶。菲菲，欸，你是叫什么，你是菲菲还是 you 啊，你是菲菲，你的名字叫菲菲。谢谢杨公公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杨公公的蓝色应援棒。菲菲，嘿，菲菲，你看，菲菲不是灵眼，他到底叫菲菲还是 you？ 你满意吗？我们都该说话。问他看看。you， 对啊，我也觉得是 you。通常前面是就是你追随的直播主，后面才是那个。你看完，你看，哇，好开心的！你看，你就说他有在收看格格吧，你们这群人，
你们这群人，看看人家，他就不是灵眼哈！哇，谢谢。那我，你叫什么？你是 U 是不是？念 U？ 你看 Y U 念 Y U 还是念 U 啊 ？Y U U U Y U U。哇，好开心哦！谢谢。Hello R O 讲哇，今天最开心的是，虽然今天猜拳一直输。Konnichiwa， 不是趴下粉丝，是我的粉丝。不是趴下粉丝，是我的粉丝耶！ Yeah! 谢谢开心的心之冠，不是趴下的粉丝啦，是我的粉丝。不管今天开始就是我的，从他来问我可不可以拍照那天起就是我的粉丝。不管，不是趴下，他说趴下，念 Y U 也可以，不要闹，念 U， 我要念 U。算了就好了。蚊子哦，我知道蚊子啊，蚊子很会跳舞。人家明明说趴下，不管啊，他就是他哪里有说他不管，他就是我的粉丝。你却不敢了呢？我还以为我们呢不同于别人。好的，那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那个，先追踪一下我的 IG， 我也是你的粉丝，不是啊，西西，人家是就是一半脚踏进来，另一半脚还没踏进来，我们要先把人家拉进来，对，先就是拉力要大一点。谢谢 you， 谢谢 you， 哎 ，you 有勾勾，哎 ，you 有勾勾，你们看，所以 you 就是我的粉丝啊，谢谢呱呱的，我来签到 ，hello 喂。不是啊，不是骗进来，是赶快邀请进来，邀请，知不知道？邀请，他已经全进来了，棒棒！谢谢呱呱的玫瑰，谢谢呱呱的玫瑰，谢谢小白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小白，小白，我今天输超惨，你知道吗？小白，我今天要靠小白转运了吗？我今天输超惨嘞、欸！哎，开心，开心转运，斗力王转运，耶、yeah! ！哦，小白马上赢啊啊一好吧，小白马上赢一场的说，吼、哦，我太烂了，我应该是从雨谦那次，真的，你看他就是哥哥粉丝啊，谢谢 you， 要继续准时收看 ，Hello， 我是哥哥，哇，开心啊、哦，谢谢。开心，你看，认真做节目还是会有粉丝的。你的青睐，我存在在你的存在。你以为爱就是悲。小白要去上班了，小白拜拜。小白今天很忙哎、欸，小白今天都没有留言。风尘有风，海豚有海，我存在在我的存在。哦，对啊，用户名是空白，好巧哦。哪像你这么闲？喂，我哪很闲？我在直播，我很忙，我很忙。小白，好了，你上班加油。人家明明就看格格来的，你们这群人。要，你们要敞开大门，敞开大门。那可以撤啦？什么？现在很忙，我呢很忙。粉丝也是强制的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格格也是我神堆什么待遇？什么意思？神堆？其实制作人，谢谢柠檬的向日葵，谢谢柠檬的向日葵。Hello 秦雄 ，Hello 秦雄。明明是把人家推进来，哪有不是推进来、啊？人家自己进来的。Hello， 嘉阳 ，Hello， 切尔东 ，Hello， 切尔东。Hello， 日日日日午安。
安，推他入火坑，不用推，没有火坑哪来的推他入火坑？我们这里不是火坑，我只是从他背后踹脚，不是，不是推进来，是拉进来。Cookie 怎么一直叫？有人按门铃 ，Cookie 就会叫，因为 Cookie 要守门，对。走心一波什么意思？现在在聊什么？走心一波怎么了？走心一波。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，在你的身后，计算的部分，每一个背影，每个场景都有发过的梦，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。Hello， 班长，谢谢 You 的啾啾你哦。爬出来，时间到，什么意思？聊什么？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折磨，我不怕，带我走。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纹身。爬出来，时间到。谁要爬出来了？不可以爬出来，大家都乖乖的待在底下。有粉丝吃醋啊！不要吃醋嘛，大家都乖乖的待在坑底，好不好？土豆这个就是大家的私人恩怨了，对，大家乖乖待在坑底，不会让大家逃走的，对，躺平，最好躺平那一种，对。哎，挖个地道也是出不去的，没有地道是无底洞的那一种。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，在你的身后，计算的部分，每一个背影，每个场景都有发过的梦，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。大家都是支持哥好，对呀、啊，大家都是支持哥哥好了。谢谢开心的人气会员选票，多一个人在坑底陪，多一个人在坑底陪大家不好吗？对不对？一起在坑里才会互相幸福。对，生说绑在坑边，不会啊，没有地方可以摆坑，没有地方，没有，我们是那个有去有去无回的坑洞，对。Hello， 我也有熊抱。像草原汽车又再传来一地彩虹，刻在心中拍打着脉搏。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带我走，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，我不怕。带我走，带我走，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。 Hello， 查比太郎，午安。 Hello， 樱桃猫。越多人支持夏亚丹越好，对啊，越多人支持，那个坑洞就会越来越壮大。大家要让那个坑洞越来越壮大。对啊，我如果那个挤不下，我会帮你们加大那个坑洞。谢谢 Ray 的掌声鼓励，我是一个好的房东。谢谢开心的真情告别，开心拜拜。谢谢开心的真情告别，对，大家放心，我是一个好的房东。Hello，Hello， 塔比太郎，对，我是一个好的房东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太热，帮你们开冷气。太冷，帮你们太冷，帮你们生火。
唱这个。好，对啊，大家收起来，太臭就帮你们，太臭就泼一盆，泼一桶水下去帮你们洗澡啊，让你们泡温泉。泰勒就把温泉水倒下去泡温泉，想出坑可以吗？不行啊，没有出口可以出来。土豆的名字是挑衅吗？坑洞里要维持社交距离。在进坑之前会先量一下体温，对，先量一下体温，确定没事才可以进坑。我会先做好防护措施，对。蜜语说一直说好想你，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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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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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，好想你。谢谢塔比太阳的 love， 谢谢塔比太阳的 love。Hello， 克兄，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。为什么这里那么多人要打球？因为大家热爱运动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的粉丝都是热爱运动的粉丝，尤其是大家都很想要跟土豆出去打球。Hello， 克里斯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对，我可以帮大家喷香水除臭，还有加阳不错哦，还记得香水。谢谢樱桃猫的玫瑰，谢谢樱桃猫的玫瑰。好想你，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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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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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想你。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可以去除肥仔气味，谢谢谢谢，欢迎再次的 love， 拜拜 you， 下次还要来哦。谢谢 Curly 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Poco 的蓝色一元棒。谢谢 Poco 的蓝色音乐棒。唱什么歌呢？怎么都播过了，完了，等一下哦，都播过了，唱这个好。Hello， 红毅，99次我爱呀。去除仔仔味，你要去除仔仔，没有找到哥哥的帽子，你是去官网找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在现场买的，可能是现场才有吗？拜拜家居，下次见，上班加油，拜拜家居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中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。没有现货，可是我那天去买的时候还蛮多顶。你昨天有去看吗？没有，我是前天喜欢我吧，是不是我妹最近一直在唱的那首歌？Hello， 艾斯，艾斯晚啊，不是晚安，午安，清风声音真疗愈。那我的声音呢？午安啊，
喜欢我，是不是我妹最近在唱什么？那喜欢我的红头发，他还叫我唱那首歌，因为他说我现在是红头发，很适合唱那首歌，可是我不太会唱那首歌。啊，谢谢秘书的 love， hello 小梁，没洗头戴帽子，没洗头才要戴帽子啊！哎，对，我看了那场球输了，对，乐天输了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度年难爱的离骚。就算整个世界被击，还一堆失误，该不会就是因为我们烤肉太香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没办法嘛，球员，这个每天遇到的状况不一样啊。不是因为我去，绝对不是因为我去，还是因为土豆去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哎，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有件事要说哦，那个就是因为没洗头才要戴帽子啊，你们懂吗？如果你有洗头，你根本不需要戴帽子，因为头皮就光明正大露出来没关系，但是你没洗头，所以你才要戴帽子遮住你的头皮。对，戴帽子就是因为帽子的发明就是需要在没洗头的时候戴。对，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爱的离骚。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走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世界和琴声交错的城堡。我哪有很常戴帽子啊，就算我直播是第一次戴帽子吧。对啊，我哪有很常戴帽子。看见你背影来的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爱的离骚。喜欢Hello 茶杯，当乐天打在线成员打，我没有那么厉害啊，没有办法加持。对啊，没那么厉害。Hello Ben， 倪轩开播，哎，倪轩呢？倪轩，我有跟倪轩一起录过节目，异想天开的节目。啊，喜欢我吧，喜欢我吧，哎，怎么有两个版本？我其实不会唱这首歌哎，但我知道我妹很常唱，有一个红头发。效果晚了一天啊，一定是延迟 delay 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定是 delay 了。对 ，Hello 爸爸 ，Hello 思源 ，Hello 库洛洛 ，Hello 神奇黑雕屋 ，Hello 卡泽。我去的是前一天，大家。嗯。Hello 浪客。我可能到副歌才会唱，因为我妹只会唱副歌，只会哼副歌给我听。Hello 七七八八，求一的是不是故意啊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也不想要是我跟我妹有关的十，不是啊，这个是好像球迷都是十号，对，球迷都是十号，绝对跟我妹没有关系。喜欢我的样子吧，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。喜欢我吧，我有坚强和善良，桌上有100块，我也不会偷走它。我深爱着你，其实你并知道了。我深爱着你，也从来没对你讲。跟妹有一点关系。我想选什么号码？我想选什么号码？如果我选，我应该选24号吧？对。如果这首歌是妹妹，对啊。听完演，他最近去听一个演唱会，然后他听完回来就一直狂唱这首歌，真的是狂唱，
狂唱唱到我说，你不要再唱这首歌好不好？我已经听有点听太多了，真的一直唱这个副歌。对，我应该选24吧，因为24号是我的生日，24。那没办法，我妹自己要跟我同月同日生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对啊，我应该选24。或是选，不知道，应该选24吧。对 ，Hello Kate，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是不是像我的话，我就比较喜欢偶数，是不是？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不是都比较喜欢偶数，就是偶数跟奇数，其实也不一定，还是会喜欢跟自己有关的数字吧。像我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偶数，对，我比较不喜欢奇数，对。那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。我有坚强和善良，桌上有100块，偷走它。我深爱着你，其实你不知道啊。我深爱着你，也从来没对你讲。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，让你知道有我在。其实什么都要偶数，对啊，我也是比较喜欢偶数。你想选87号。真的吗？你去选给我看，小明，你快去选给我看。我没有嫌弃我妹啊，只是日常。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样子吧。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。哦，10号是因为场上9个球员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球迷是第10个人。其实我有发现，就是球迷们穿的球号都是10号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应该是就是球迷都是10号。我以为，我不知道有那层意义。哇，有那层意义很浪漫。我有开球吗？没有，我还没到那个开球的等级。对，谢谢杨公公的枫叶，谢谢杨公公的枫叶。偶数生日，所以我说这个不一定啊，因为这个跟每个人，这个跟每一个人，就是因为大家选数字一定是选跟自己有意义的嘛，就像77他一定选77嘛，那林雨欣一定选01嘛，就是一定是选跟自己有一点关系的数字。像我的话，我选24是因为我觉得我生日是24号，对，然后我又喜欢偶数。谢谢玉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玉的剪刀石头布。那个什么，其实阿北上之前跟我说，我的名字的日文可以变成48号，就是诗雅，我有点听不太懂，但反正他说可以变成48号，谐音可以变48号，所以其实我也可以选48号。对，像 Mina 就是37号啊，因为 Mina， 对。我的名字，我其实有点听不太懂，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会跟48，为什么听起来是48？诗雅，我其实不太懂，但反正阿北上这样跟我说，对。要猜拳一下，猜拳一波，赢了，谢谢玉，赢了，3连胜，4连胜，哇！妈，我转运了！妈，我转运了！我来到寂寞边界，爱已失窃，心在淌着血，男人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。对，我还是比较喜欢24的。寂寞边界，伤心人还有谁？嗨喽，疯子，运气回来了，对，运气回来了，谢谢大家转运一波，谢谢玉，谢谢前面的苦主们，因为大家我才可以转运一波，谢谢小白，谢谢瑞，谢谢偷路将，24好像是杨将是吧？24是那个啊 ，Kobe Bryant 的背号，
才不要嘞！哪有人这边跟着年纪穿的、啊？那我穿十八啊，永远穿十八。你说决定错了。Hello 国树，苦主瑞苦主。Hello 中港路 ，Hello 国树。爱的平淡，爱的浓，都让你憔悴。你的拒绝，我来到寂寞边界，爱已失窃，心在淌着血，男人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。你对你怕有了解还是谅解？跟八九名同分什么意思？跟八九名同分哦。寂寞边界，爱已失窃，心在淌着血。哦，真的耶，全部都是37耶，怎么大家都37？没有，没有准备去开球啦，还没有办法开球啊。对。还是了解。寂寞边界，伤心人。Hello， 修泽，台湾的是吧？来到寂寞边界，爱已失窃，心在淌着血，男人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。请对爱情用时间收拾破碎。谢谢 Poco 的蓝色英文棒，我不知道，应该丢不到吧，因为蛮远的，我觉得蛮远的。谢谢 Poco 的蓝色英文棒 ，Hello 地狱奇迹。Hello CJ103，开球没有很简单吧？开球要蛮厉害的人才可以去开球吧？开球没有，开球蛮难的吧？开球欸，除非我是什么那个理事长之类，大老板，赞助商的老板，对。我不会丢醋三角，嘻嘻，拜拜，上课加油，嘻嘻，拜拜，上课加油啊！谢谢嘻嘻的真情告别，谢谢嘻嘻的真情告别。不管多烂都是好球。废话，都去开球了，还可以是坏球吗？我没有办法吞棒球啦，棒球太大颗了。我不会，我宁愿丢偏一点，也不要丢到人。对，没有，我还没要去开球，大家不要急啊，我还没要去开球啊，还没。棒球比我拳头小，哪有啊？棒球欸，我拳头这样欸，我已经好久没吞拳头了，都不知道现在吞不吞得下去。我给你最后的疼爱，失手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。Hello Kent，Hello 豆粒王。那这次你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喝着液态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。写着等待。其实这首歌我不太会唱。50分，趁着这首不太会唱的歌，等下念个排名好了。谢谢 Poco 的玫瑰，你们不要越造谣越扯好不好？可以吞棒球。不是，那棒球吞不下去，那太大颗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拳头它，因为它的形状是不规则，所以有一个角度就是可以塞进去。可是棒球感觉有一点，棒球感觉是圆的，感觉塞不太进去。对，对，
应该我如果塞得进去，我的下巴应该会脱臼。对。是手放开，我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就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。而且棒球是硬的，没有办法，那个哎，没有办法，什么吞半颗？他仔原来是他仔这种人，不行啦，棒球太硬了，吞不下去，应该吞不下去。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。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。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炒漏封印效果太好，给对漏了，给对漏了，一片烤肉就把你收买了。吞排球我应该先掰了，大家哪天吞排球我就先掰了，然后先念排名，念排名时间。20名 Poco 是叫名土豆，哎，不是，是土豆必须死。18名是黑亮星，17名是西西，16名是吴呱呱，15名是阿贤，14名是妞妞，13名是俊，12名是豆力王，11名是邦伟，10名是 Ben， 9名是阿基拉，8名是开心，7名是朱莉安，6名是 You。5名是小旭，4名是小白，3名是特鲁奖苦主之一特鲁奖，2名是玉苦主之二玉，1名是 Ray 苦主之三。谢谢前3名，谢谢 Ray， 谢谢玉，谢谢特鲁奖当我的猜拳苦主，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杨公公的向日葵，谢谢修泽。我试着隐瞒所有过去，高下蛮多，他160几吧，对，他160几公分，也没有到很多，但是有比我高，对。一样的被你出卖，都被我的运气给那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开始转运了，大家，我们已经开始转运了，我们下次开播的时候。运气就那个不一样啊，运气不错，可是玉前面送的也不好。对啊，我记得玉一开始有送，然后也没有赢过一场，玉是后来才转运的，对，是后来才转运，是玉最后转运，对，玉就是终结苦主的人。Hello 面包 ，Hello 牙妹。清醒，看清你的心。原本那个位置是其他球迷的，是哦。然后嘞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想粉丝赢还是自己赢？当然想要我赢啊，当然是想要我自己赢啊。哎，真的假的？那个其他球迷也太好了吧，人很好哎，谢谢谢谢。我像个傻子一样的被你出卖。Hello， 苦味羊奶。好，瑞再送一个，看有没有转运。我想走分开。你像个孩子一样。看一下瑞有没有转运啊？啊，平手。平手算是怎么样呢？平手算是。普通，对，
谢谢土豆有专心宣传，土豆很棒，还不忘看棒球，还不忘宣传，很棒很棒，很棒很棒。播什么歌好？季后赛稳了，不要造谣，班长。Hello， 繁星还是苦主，平手哦，平手。严格来说还是苦主，没错，平手严格来说就还是苦主。陈元颖，对啊，所以，哎，没有啊，这个猜拳热身赛不是走这个路线啊。谢谢豆力王的剪刀石头布，看一下豆力王的成绩是，又是初步哎，我初步的胜率是不是很低？哎，赢了，谢谢豆力王，我出剪刀，谢谢。看得太浅太近，总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，有些情绪是该说给。拜拜 Poco， 下次见。Hello 晴天 ，Hello Becca， 谢谢 Poco 的再见沙油，谢谢 Poco 的再见沙油。更有勇气。拜拜文山，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。哪里散步好吗？拜拜船长，船长拜拜。开船加油，克里斯拜拜，等下一个天亮，拜拜拜，热热一下拜拜，神奇黑掉拜拜，思源拜拜，邦伟拜拜，和下着雨还是 Martin 拜拜，贝卡拜拜，平流浪到屏东拜拜，柠檬拜拜，果冻九号拜拜，小明拜拜，瑞瑞瑞拜拜，用户名不能是空白拜拜，朱莲拜拜，若克拜拜，小黑黑拜拜，谢谢若克的再见三友，秘书拜拜，小亮拜拜，七七八八拜拜，德体拜拜，大剑拜拜，对啊，又突然开始拜拜了，有一个人开始拜，大家就会自动跟上，大家很有秩序，瑞拜拜。飞镖拜拜，对啊，其实还没两点。土豆拜拜，杨公公拜拜，玉拜拜。今天准时关播吗？嗯，看我等一下心情。对。下一个天亮，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？樱桃猫拜拜。两点了，还没啊，我这边才1:59。我到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时间可以抹去我的棱角，有些坚持却永远抹不掉，请容许我小小的骄傲，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。谢谢 Ray 的掌声鼓励。到了两点了，你们现在赶我下班是不是？大家赶我下班。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？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火辣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
什么加班到三点？哪有人这样子？那你要付我加班费？怎么戴帽子直播？因为我想要炫一下这个可爱的帽子。对啊，这帽子很可爱呢。拜拜，船长。好，我等一下就去吃饭。谢谢大家。超时工作罚老板100万，这么贵？这么贵？100万呢、欸？哪有？不是昨天没洗头吧，小黑黑？对，昨天的确没洗头，但主要不是因为昨天没洗头，是因为我想要给大家看这个可爱的帽子，才戴这个帽子。对，今天没有红包，对，今天没有红包、欸，不用加班。那唱完这首歌。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什么100万超多？不去担心的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呜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？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。你的心有一道墙。豆粒王，豆粒王讲得好，豆粒王，哎，我帽子真的没味道。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。打开窗，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帽子没有味道，妹妹已经出门了。帽子真的没味道，我可以闻给大家看。没有味道的，完全没有味道 ，OK。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呜哦。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？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什么小黑黑？哪里有印堂发黑？现在气色很好啊，气色好得很。Hello， 阿基拉，阿基拉赶上末班车，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。啊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小豆芽，谢谢阿 k i 的花枝精粹，谢谢阿 k i 的花枝精粹，花枝精粹。打开窗，你会看到悲伤融化，你会闻到幸福亲人的芬芳。拜拜大家，波波一 ，Hello 小猪耳朵，有没有人没有说到拜拜的？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 ，Rocka 拜拜，拜拜拜拜，飞镖拜拜，阿 Kira 拜拜，拜拜杨公公，拜拜柠檬，拜拜土豆，拜拜小黑黑，没有人号，好嘞，大家拜拜。头发跟帽子哪个比较臭？告诉你都不臭。家居拜拜，酷洛洛拜拜。现在穿球衣，对啊，现在穿着球衣。谢谢杨公公的 love， 老豆芽拜拜。谢谢果冻九号的 love， 圣言之风拜拜。
要下播了呢，拜拜，大家再见，下礼拜见，拜拜，七七八八，瑞拜拜，阿鲁拜拜，以后要讲快点，什么？你还在那边闲？谢谢善言之风，拜拜，瑞，谢谢瑞的再见，沙友，地狱奇迹，拜拜，谢谢瑞的再见，沙友，樱桃猫拜拜，樱桃猫拜拜，飞镖拜拜，好的，那我要关了哟。拜拜，要后面不能是空白，拜拜拜拜阿基拉，拜拜，那我要关了哟，拜拜 ，goodbye， 下次见。